大家好，我是南哥。有几位铁粉说天气冷了，准备带我来吃点好吃的。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。这家店开在深圳市梧桐山脚下，靠近沙头角这一带。空气清新，环境非常不错。听说周末人很多，但是工作日来人很少。这个汤底价值188块钱，里面有很多驴肉、驴骨，吃起来味道感觉还挺不错的。驴肉相对来说不是大众的食材，还是比较小众化的，在深圳还是比较少吃到驴肉的。汤底算是非常的清甜。这家店的主要特色是驴雪花、驴肉还有驴三宝。听说驴皮可以养元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必要了，长得太帅了。驴血吃起来挺爽口的，驴的心肝肺都可以吃，味道都挺不错。如果你知道驴三宝是哪三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所知道的一宝就是指驴鞭，听说对男人特别好，但是今天看我们这几个粉丝都挺壮的，不需要补了。吃驴肉的蘸料是自助的，驴肉的蘸料品种相对比较多，本人最喜欢的蘸料是腐乳酱，他们的秘制蘸料也相对是挺好的。沙茶酱搭配驴肉我就觉得很一般。刚才说我们长得帅其实是错的，你看大家都在吃驴皮。这里还有一道非常特色的菜，红烧驴皮。今天要批评这家店的就是驴肉切得太厚了，服务员跟我们说是烫8秒到10秒，烫了30秒还有血丝。厨师的刀工其实不怎么样。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包驴血煲仔饭，味道非常的香，一口气我吃了3碗，里面还有些肉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，感谢收看，下期我们再见。